哎呀，那个您那头来了，嫂子有点事儿，别走啊，完事儿吃饭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媳妇儿？光棍张张的干啥？忙个钱的。什么五万块钱？哦哦哦，嗨，你小点声。啊，五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。他两口子那些钱干啥呀？你小点声，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，我借给他了。他刚才腿八家掰这儿了，也不像有病啊。怎么你这么……不是，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啊。你先把钱要回来，我就用三天，三天之后别说我十万我都借他。你要这些钱干啥呀？ 有一个楼号啊，四点半之前必须交齐10万，第二天我转手就能再挣10万，这钱你挣不挣？当然挣啊！要不要？是我兄弟，刚借给人家，我好意思要回来呀？怎么这么废呢？怎么的了？你听我的，别吱声啊！兄弟，哎，咋了，嫂子？兄弟，你赶紧谢谢你哥吧。 你哥他有病不治啊！大哥呀，我刚才我俩聊半天，他也没说他得病啊。他忘了呗。忘了。大哥，哎，你到底得啥病了？我得啥病了？你得啥病自己不知道啊？我忘了。对呀，他忘了。忘了。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什么末症来着？对。 就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，秋盛研报花上米呢耷了。哎呦我的天！媳妇儿啊，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？你看又忘了，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？我多大岁数了，我还尿床啊？你看看，昨天都发河了，都忘了。嫂子呀，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光让公祭你。对对对对对。 这我大哥都啥样了？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？不是，弟妹呀，你别说两年前了，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，他就开始写日记了，啊，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，啥事儿都忘了。说你写日记呢？什么玩意儿日记啊？啊，日记搁哪儿呢？啊，你看又忘了。什么？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啊，在你的小书包包里。哦，啊，嫂子，那我大哥得这病。 有没有生命危险呢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啊，医生说了，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，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上豆那么大，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，就跟小米粒那么大。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，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。哎呀，那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？我大哥这病也太严重了，嫂子。 医院行啊，啊，他没钱呐。哎呀，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，他脑瓜不好使，借你了吗？你行了吧你，兄弟，弟妹你别听他的，我没事儿，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，赶紧去看病去啊。大哥脑子不好使，他不是管你要钱的。大哥呀，是，你说你都啥时候了，你还能递着弟弟得病的事儿？哎呀，这真是情义无价呀。不是兄弟啊。 怎么的？哎，大哥呀！兄弟，没事。大哥，哎，海洋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！这么的，大哥，哎，这5万块钱您拿着，这病啊，哎，行，弟妹，我们就不客气了啊，谢谢。哎呦，你先拿着，我接个电话。哎呀呀，来电话。喂喂，怎么的？啥玩意儿？ 幸福城那个楼号卖出去了，幸福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？哎呀，我知道4点半之前筹钱嘛。我知道4点半之前嘛。哎呀，我这钱刚筹着。哎呀妈呀，4点35了，白瞎了。你说，嫂子啊，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楼啊？因为你说，不是嫂子，你先别说啊，咱俩一起说。 1、2、3，幸福城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你这是让你赶紧道歉去！道歉！快快！你妈！哎，这事儿嫂子错了，不是嫂子，我错了。那个我不该让你大哥装病，我不该让海洋装病。那个嫂子对不起你。嫂子，我对不起你。弟妹，你别整这个的，嫂子受不了。哎哎哎！错了错了！你干啥呢？咋还拜上了呢？你这俩呀？不是。
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？不是。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？缺德。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？缺德。你这么骗我大哥，你丢不丢人？丢人。你这么骗我兄弟，你丢不丢人？丢人。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，你这么一整，我还欠人家6万。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，我，哎，等会儿吧。哎嘿，你等会儿，兄弟啊，你说啥呢？我啥时候欠你5万块钱呢？哎，你忘了？我忘了。大哥呀。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，啊，2年前你做生意，你在我这拿5万块钱，后来也没打欠条，可能这2年多呀，你就忘了。不可能，我告诉你，我钱顺风是爱借钱啊，但是我借钱肯定忘不了，而且我肯定还，肯定还。你等着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有账本，我查查我就知道了。还有账本？你看看，看见没有？第8页，借孙海洋5万块钱，记着呢。你看，大哥，你没忘啊？我能忘吗？你没忘2年多，你咋不还我呢？这不才还到第6页吗？我爸钱昨天才还。怎么的？这金也够多的了。不是，哎，兄弟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么着急要你那5万块钱，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？我跟你说，咱是兄弟，情义无价。我没病，砸锅卖铁我也得把这钱给你。你咋不相信？我真没病，你看呢？你看看，我来说，真没病。你看我像有病样吗？不是，我没病。你千万别在这装啊！不相信？哎呀，你干嘛呀？哎呀，哎，看看，哎呀，不相信了，我真没病，你看着，哇！哎呦，我这兄弟啊，兄弟，你从那儿到这儿，咔！哎呦，看来你是真没病啊，没事儿啊。大哥，哎，这回有病了，赶紧送我去医院吧。因为啥呀？我的叉劈出去啊，收不回来了。上医院，上医院吧。医院，慢点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快点啊！